5月27号凌晨2点，演员李沁发布微博称：“我们的青春有泪有笑有执着有疯狂有你们，看着天真的我们，愿永远青春洋溢 ，Miss you guys。”配图中，众主创们极力庆祝李沁在《致青春二》中的戏份杀青，吴亦凡更是和李沁搞怪做鬼脸，而刘亦菲则一脸无辜状卖萌。在最后两张图片中，大家还写了贴心的话语，共同祝贺这位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女子。看到深夜如此送福利，粉丝们可不淡定了，纷纷留言表示：“吴亦凡，天呐，包袱呢？眼睛眯成凤凤，好可爱呢！”呵呵，哈哈哒是什么鬼？我宝宝吴亦凡是不是还没明白呵呵哒的意思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故意避嫌，微博中唯独没有和非分男友金世佳的合影。不过网友还是给出了满满的祝福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这部青春无敌、颜值超高的电影快快上映吧的。5月27号凌晨2点，演员李沁发布微博称：“我们的青春有泪有笑有执着有疯狂有你们，看着天真的我们，愿永远青春洋溢 ，Miss you guys。”配图中，众主创们极力庆祝李沁在《致青春二》中的戏份杀青，吴亦凡更是和李沁搞怪做鬼脸，而刘亦菲则一脸无辜状卖萌。在最后两张图片中，大家还写了贴心的话语，共同祝贺这位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女子。看到深夜如此送福利，粉丝们可不淡定了，纷纷留言表示：“吴亦凡，天呐，包袱呢？眼睛眯成凤凤，好可爱呢！”呵呵，哈。哈哒是什么鬼？我宝宝吴亦凡是不是还没明白呵呵哒的意思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故意避嫌，微博中唯独没有和非分男友金世佳的合影。不过网友还是给出了满满的祝福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期待这部青春无敌、颜值超高的电影快快上映吧的。